好久没有拍了哈，那个这是用 Osmo Pocket 2，然后今天来拍一个，对，拍一个餐厅，我觉得不错的餐厅。对，那不知道收音怎么样？听说现在这个新的 Osmo Pocket 2的收音还不错。好，那现在下车喽。哎呀，这个是它的，看起来不错哈。那我现在进整个餐厅下车，它是有装逆光脚镜，室外的收音要怎么样？先手册进餐厅，该转过去。哎呦，摔倒，笑死我了！这个餐厅有两个门，这个算正门吧？然后里面有客人，等下进去之后就停车。刚才跟这边的服务生讲了一下说拍照的事情，结果要我跟他讲我的 YouTube 的频道，这边的人就是很友善。然后呢，这个是他们的菜单，然后客户，是他们的菜单第二页，我今天来点，我觉得还是点咖啡好了，因为上次那个茶，它那茶叶会跑出来，所以我。还有那个热巧克力，chocolate caliente，然后再吃一个最保险的梅吉亚露娜，就是梅吉亚露娜，就是等一下啊，等一下再拍好了，对，chocolate caliente，梅吉亚露娜。Media luna simple o rellena con jamón y queso. Ah, jamón y queso. Con jamón y queso, sí, ¿no? sí, Bien. ¿Y el chocolate con qué leche? ¿Entera, descremada o puede ser leche de almendra? ¿Cuál es mejor? descremada puede ser bastante un clásico. Descremada va bien, no falla. Ah, crema. Va bien. Oh, crema. Sí. Descremada. Dale, Sí. yo creo que Muchas gracias. Sí, está fácil, no te dejo para que sí. Sí, está fácil. ¿Qué tal? ¿Qué tal? 觉得这样子不是很 OK，因为这样子看着手机，也是不是看着镜头，这样子也不是很 OK。其实还是要像第一代一样连接那个，对，连接手机，再加起来会更理想。看得到哈，那个，是看得到，只是不行，是不是延迟？还好哈，对，就是再试一下它这个手机跟 OPPO 连接的那个，那 iPhone。2 Pro 还不错，但是有点些延迟。那现在收音怎么样？今天头发很乱，不能说话，就跑去拍照。然后放在这个位置。这样子的话，面对这个位置。所以也不需要抽烟，现场声音也不要怎么样，那就我来试试看吧。等一下也同时用这个耳机，还有 Osmo Pocket 2，两个比较，
así.不知道这样子听不到。这个好处是它应该是这样算的。Small Pocket 是比较适合拍自拍，对 ，Small Pocket。然后现在用这个，因为我现在希望它拍实物的话往下，它现在是人脸跟随，所以看不到实物，所以我是要用 GoPro 来拍。对，这个是。哎，第二路呢，我们给手。然后呢，对，可以看到我们给手跑过的，一个甲虫一样。这杯咖啡，拿花很漂亮。对，那我就要开动了。先喝咖啡好了。加了广角镜，对，里面有那个广。先尝一下，因为这是巧克力牛奶，分都蛮甜的。真的还蛮甜的，没有错。是一个这个像甲虫壳一样的。贝蒂亚鲁阿蒙给手，它很扎实，脱掉了。跟外面的，我那个外面的感觉不太一样。但不会打那么僵。我身上音乐蛮大的。但是这个是咸的，也不特别咸，都是甜的，蛮甜的，但是味道不错，这个蛮扎实的，这个是能这样都能吃饱的早饭。Pocket 2好了，蛮多优点的，进步蛮多的，但是它好像之前在拍实物的那种慢动作跟随的部分，不知道为什么它的不知道是面包的问题，还是第一代这部分做的比较好，不晓得。那目前它这个收纳这个位置蛮好的，今天没有用这个。无线麦克风来接，然后现在才发现，就是说，如果你是连接把这个拿掉，用手机去连接的话，用这样手机去连接的话，它这个下面就是要拆掉的，下面这部分是要拆掉的，对，这就跟第一代一样，
好，但是发现第一代有第一代的优点。对，这第二代，刚才说的那个部分并没有做得特别好，对，所以我还是会想要用第一代，或者是其他牌子，不知道这部分做得怎么样。